ASCP-3740 God is dumb 愚蠢的神项目等级 Keter 偷重措施 ASCP-3740 当前收容于CEP-81的多个加大型圆形收容间内 ASCP-3740 的房间内放置有手工的木造家具以及大量动物皮草及火炬外加一个大型石头壁炉和熊皮地毯不少于15桶啤酒将全天存放于用餐房间内 ASCP-3740 能为自己提供食物然而他可能偶尔要求收容团队成员加入用餐此类事件中基金会人员将为其提供一整只牛或猪 ASCP-3740 将对其进行烹饪并满足自己的偏好除风习源于高飞天之神阿舒尔最得胜最服众的尊主神阿舒尔或者简称大能的阿舒尔外绝不允许任何人员在任何场合以其他名字称呼 SCP-3740 此外 SCP-3740 收容团队成员将依照下列化名来自称及称呼彼此 Barrett 博士不破的昂马 Fisher 博士废地的斗士尼姆斯 Leeds 博士高云巫女埃莉诺拉雷霆研究员 Zimmerman 胜利者福特研究员 Oppenheimer 斩敌者奥尔德斯曼哈顿研究员 Queen 同样不破的卡美特研究员利东方的所罗门研究员 Marshall 遗落的夜刃尼鲁塔持续收容 SCP-3740 需要严格遵守由CEP-81收容专家创立的假情报行动当前编号为奥林帕斯山协议请参见附录3740-2获取详情描述 SCP-3740 是一个八级圆形现实扭曲实体确信其为美索不达米亚的空气之神阿舒尔也为亚述万神殿的主神 SCP-3740 能随意操控空气与飞行动物交流操控气压及温度 SCP-3740 能产出超过500kph 的强风创造受控气旋及其他此类气象过程 SCP-3740 的外貌是一个年轻高大壮硕的人类男性皮肤白皙黑发 SCP-3740 能流利使用多种词语以及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还有亚美尼亚语。因 SCP-3740 的能力与性质，当前将其分级为 Keter 级异常实体。然而 SCP-3740 极易受骗的事实，帮助了收容工作的进行。SCP-3740 会以表面含义接受几乎所有言论，且从不表现出怀疑、不确定的迹象。SCP-3740 会轻易地相信任何人说出的任何事，只要他认为对方是同样强大的神，证明神力不需要真正的超自然展示，简单使用卡牌魔术或戏法，就足以令 SCP-3740 相信其为神机。附录3740-1发现 SCP-3740 在土耳其加济安泰普附近一座酒吧发生变异后被发现。根据目击者报告 ，SCP-3740 被看到与一大群人在酒吧内大量饮酒，其他顾客因感到被侮辱，将他推倒。由此引发了一场斗殴，最后 SCP-3740 吹飞了建筑前墙壁，造成18人受伤，数千美元财产损失。当地警方逮捕了深度醉酒的 SCP-3740， 他开始不停大喊自己有无比的宇宙神力，直到当地基金会特工接替警方逮捕 SCP-3740。附录3740-2，奥林帕斯山协议。引言：下列文件载入自CEP-81收容研究团队内部备忘。SCP 基金会安保伺服器 CEP-81 3740四级机密资讯至3740研究团队 CEP-81 收容研究团队 CEP-81 管理部站点主管议会基金会收容委员会来自 G. McRoy 博士 CEP-81 收容研究领导人我发出此备忘是因为我肯定你们有很多人会注意到今早我们取消了额外收容措施的指令肯定不能对现实扭曲者有所吝啬，更别说是八级。我们一般也会对他们动用真家伙，但在此案例中，我们不必为此担心。你可能已经在问自己了，但 McRoy 博士，为何我们要给一个能吹飞在81屋顶的实体撤掉全部限制？这种消极收容 SCP-3740 的方法，难道不是反直觉又危险的吗？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一般来说是，但我们在此很幸运。有时反常的规则会让情况变得像软球，这个球可能还是马扎瑞亚气做的。情况是这样 ，SCP-3740 太容易对付了。完全严肃地说，他100%毫无疑问是我一生中见过最好骗的人。我没开玩笑，
我走进房间，宣称自己是制服极乐，一个纯能量的存在体，在手上搓出点静电蹭他一下，他就会说见到一位下神总是愉快的。就算是到今天，他还是在叫我制服极乐。 Jean Oppenheimer 告诉他自己曾斗杀千人，只手完成，只为背叛兄弟，于是现在他就被这家伙叫成是斩敌者奥尔德斯曼哈顿，绝对是疯了。所以我们已经算计了这家伙足够长的时间让他相信，告诉他不要破坏房间非常重要，而他也非常满足到处乱做、喝酒、做爱和使用团队成员开办这些疯狂的宴会。 SCP-3740 很可能在某时变成一个收容风险，目前我们不会怀疑他的分级，但要明白你们可以安心休息，因为在81最危险的实体现在觉得 Arctus 主管是一个超自然空间上神，号为哈连德之域的金句马瑟斯，因为他知道如何开关灯。 SCP-3740 完全能在任何时候引发收容突破，为避免此种事件，维护 SCP-3740 长期收容，下面的奥林帕斯山协议已被实施，今后与 SCP-3740 的任何交流都应与之协调。 SCP-3740 当前相信自己居住于一个名为昂格鲁城堡的建筑内，是被他在那场发现他的斗殴中对手断片期间占领。在收容间内有三类人员被允许在任何时候与 SCP-3740 互动。侍从， SCP-3740 相信他的收容间内安排有侍从和奴隶，他称之为埃兰人或加勒底人，不允许这些人员与 SCP-3740 交谈或与之发生视觉接触，这会被视为不敬举动，会严重激怒 SCP-3740。 全部此类人员为低级人员， SCP-3740 一般会无视这些人员，不会对其采取敌意活动，只要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即可。城堡守卫，在81安保人员穿着时代合一的盔甲与武器，作为前门守卫服务，因其作为军事人员， SCP-3740 一般将他们视作战友，但仍会清楚区分彼此间的阶层等级。 SCP-3740 可能偶尔会呼叫这些人员与他搏斗，因尽量被他打败投降。诸神与英雄，这些是站点收容团队的成员与研究人员，他们已让 SCP-3740 相信他们是诸神或传奇英雄。 SCP-3740 与这些人员间全部有极为亲密的关系，将其视作自己家庭成员般交谈。他会定期要求这些人员出席他在收容间内举行的宴会，期间他会喝下非人类能摄取的大量的酒精，与众神分享自夸的故事。此外还有嘲弄、鄙视艾兰人与加勒底人。 SCP-3740 已被引导相信发现他时的那场斗殴极其激烈，以至于打开时空通道令他回到了过去，让他能再次以至高地位统治亚述万神殿之巅。一如既往的， SCP-3740 完全顺利地接受这套说法，基金会演员扮演为其他亚述万神殿诸神，协助强化协议中营造的幻觉。附录 3740-3 SCP-3740 采访备注，下面抄录自一次 Dr. Monica 进行的采访，在奥林帕斯山协议引入后不久进行。阿虚伟，您好。你也安好，神奇的女巫。我刚刚在和……等一下 ，Cedius Artimor， 来这边。对，来这边。我刚刚在和我的弟兄 Cedius 和 Artimor 说起你，艾琳诺娜。朋友们，这位便是美丽而可怕的艾琳诺娜雷霆，她是不是美得令人注目？您这么说可真好心，阿舒尔。哪里的话，我再清楚不过要如何描述像你这样伟大的战士女王了。来，艾莉诺啊，给他们秀秀，给他们再看一次。那个雨，对，就是召唤风暴的那个，拜托。哈哈，何等伟丽！我告诉过他，弟兄们，我某天告诉过他，就是某天，他比我见过任何人都要强，甚至胜过戴奥珍尼斯的多形体，还有阿拉伯井的马木路克，可能仅次于我们伟大的同伴所罗门。我最近才见证他只移动另一只手就能把拇指摘掉，真是令我震惊。很好，我确定艾琳诺拉和我有事相谈。 Cedius Artimor， 回到岗位去。那么艾琳诺拉，我们实话实说，你过得怎样？我很好，阿舒尔。怎么？我也很享受有机会与你在信上交流一下，艾琳诺拉。我是的，你提过很多次了，阿舒尔。不幸的是，你看到了，我已被诅咒。诅咒？诅咒？这怎么可能？何人对你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是艾兰人吗？还是女巫？是一个艾兰女巫？不不不，
肯定不是艾兰人，就是一个哥布林，一个哥布林跑了过去，然后偷了我的私处，非常悲剧。可恶的诸神，除我们，当然，但管他呢。那这伤害，亲爱的艾琳娃，他的程度是如何？我的意思是，就是一片平了。众灵慈悲，可怜而不幸的灵魂啊！我要对那向你施害的坏恶生物施下瘟疫，让他的哭嚎从炎帝永远听闻。我为这等好言深表感激，阿舒尔，谢谢你。但说真的，我来见你的原意是问你是否对住宿满意。毫无疑问，我这里有最好的家具和装饰。如你所见，我们的好朋友提亚马特取来这些无底的美酒桶，还有看这里，昂玛给我带来最神异的火炬，看，何等特别的珍宝！当然，我只想保证您在这里有求必应，阿舒尔。绝对如此，我怎么会想离开此等宝殿呢？其实有一件事，我记得，我真的很有兴趣和你交流。哥布林，阿舒尔，那里是一片平坦。可恶的诸神！附录3740-4，超自然力量的证明。位于 SCP-3740 建立妥善交流做研究及管理人员要进行一项足以令 SCP-3740 相信其为神明，能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展示。目前下列行动足以愚弄 SCP-3740： Clark 博士，用磁铁和线让铁球漂浮在房间中；伊玛博士，用雷射笔让猫追逐跑动；研究员 Kilu， 发色非自然； Vanderbilt 博士，从 SCP-3740 的耳朵里拿出硬币； Andrew 博士，把铅笔放到头一侧假装要吞下；研究员 Dansby， 玩接球；主管助理 Schmidt， 卡牌戏法；研究员 Quallo， 散弹枪把喝啤酒； Arctus 主管开灯。附录3740-5，盛宴事件抄录，备注：以下内容抄录自录音记录，记录 SCP-3740 与研究团队成员在睡梦间内进行的每周宴会。于是我就在那独自站立在战场之上，河边的是 Adam L. Arson， 他万分盛怒，因为我在对着他舞动家伙，还有家伙，他在戳他的屌，他的神厨。就这样，我对他舞动的东西，而他，等一下 ，Samuel， 你还想再喝吗？我在开什么玩笑？你当然想，让我拿给你。SCP-3740 操控房间内的风，将 Alan 特工的酒杯移到酒桶上，为他又盛了一杯酒，将杯子放回。Alan 特工点头致意。总之，他试图把整条河扔向我，你们能信吗？我克制一下让他占领高地，而他决定要给我来个倒立憋气潜水。坏东西！所以你做了什么？用神厨甩了他的脸。当然了，我有个更好的。有次我受雇去阿拉卡达挑战破碎之神，我右手拿着不幸者之矛，左手拿着 Jack Bright 的断头。啊，令人激动的故事，快讲！啊，别听他的，满嘴是屎。众灵拯救你，何等灾祸的事！吾有碎骨者，大厅下面就有个地方，整个领域最好的，从遥远的科勒之地直接进贡。怎么？你是说厕所？为什么？你全是屎，不是吗？附录3740-6，2017年11月4号事件抄录，备注：2017年11月4号，另一个被 SCP-3740 称为西恩的尸体突然出现在睡梦间内。该尸体为壮硕男子，穿着盔甲护胸和头盔，手持长矛，与睡梦人员短暂交流后消失。下面是交流记录抄录。所以我就告诉他，还有什么力量能强过一位神明用一根手指转动尘球？真是无法相信。阿舒尔，来吧伙计，是时候。等一下，等等，这怎么回事？啊，西恩，我的朋友，你也回到过去了吗？何等走运的巧合，我正和我的朋友昂玛讲我们过去那些不幸遭遇。昂玛，你是谁？我是昂玛，不破者，你又是谁？昂玛，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不破者昂玛，所以你们在这搞什么鬼东西？阿舒尔，这是什么意思？我给你说过，优雅金草之西恩，这是……别那么叫我。不破者昂玛，此事的一位强大尊主，
和我一样见证他的威猛神力。给他看看你力量的宽广，阿玛。贝瑞博士迟疑地把手肘伸到嘴边里舔了起来。与我一起陶醉于此等神威吧，西恩。看看他的胳膊都不会脱臼而出，凝视他的舌是有多长。此时的诸国正当敬畏这位男子。如我所说，西恩，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的好伙伴昂马，还有他的万神殿门，为我这所居的御用城堡妥当尽献，竟是全境之内最好的佳品。这是名副其实的奢华要塞，无忧。什么意思？御用城堡？你没发现你被……啊，我明白怎么回事了。你有点……对，好，当然，这很棒。啊，何等宽慰！怎么？你什么意思？你们不知道我们给阿舒尔当保姆多久吗？这家伙完全不懂得自立。明白我什么意思？很明显。不过还是挺棘手的，对吧？哈，我们以前弄了整套东西来监护，我看着他几十年。之后该尼尔加勒接替我，但他总是忙着什么事。那个有炼狱癖的拿瑟勒酒鬼已经放我们鸽子快2000年了。但总之，幸好你们在这帮我一个大忙，伙计，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等等，什么？你到底是谁？月神西恩，但不用在乎这些。继续做好工作吧，如果需要什么就呼叫我。怎么回事？你好，还有谁看到了吗？伙计，这个西恩啊，好久没见他了，真是个性。嗯，你能相信他居然觉得自己是神吗？哈哈哈，月神，这啥意思啊？以上就是 SCP-3740。 简单说， SCP-3740 是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神，具有控制风、天气的能力，虽然有强大的力量，但 SCP-3740 却非常容易受骗，很容易就相信他人也是强大的神。这个 SCP 还是蛮有趣的，特别是能力展示和访谈的部分，我做得很开心。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个喜欢，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希望我做什么 SCP 或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就这样，拜拜。